波多野结衣遭移民局盯上，来台次数减。知名 AV 女优波多野结衣人气遗书三上优雅又遭厂商爆料被移民局盯上，来台次数减少。图翻社推特20万01804.18。日本 AV 女优波多野结衣外形甜美，由于长相与台湾第一名模林志玲神似，因此被封为暗黑林志玲。过去她曾多次来台湾与粉丝同乐，亲民的形象深植观众人心，不过却经传她被移民局盯上，无法来台工作。知名 AV 达人一进换春秋在部落格发表意见，引发网友热议。AV 达人一见换春秋昨17日在部落格透露，有厂商向他询问邀请 AV 女优来台活动要注意的相关细节。听闻一见换春秋的分析后，厂商认为三上优雅人气胜过波多野结衣，还说我听说波多野结衣是因为被移民局盯上了，要进来台湾不容易，所以活动才变比较少。不过一见换春秋驳斥该说法，认为波多野结衣去年来台次数虽比不上三上优雅，但还是比其他女优多。严格来说，公开活动虽然不多，但在海外市场波多野结衣真的是转型成功，高度和其他女优完全不一样的。